如果要讲到有一条方程咧，有两个实根啊，咁然后要我哋揾入边某啲未知数 A 同埋 B 嘅取值范围系啲乜嘢嘅话，咁啊，我哋净系得两个实根嘅呢一个条件咧，咁我哋就已经立刻知道我哋需要用呢个判别式去进行讨论啦。咁判别式咧就即系呢个 B 平方减 4AC 啦。咁代入咗呢条式咧，我哋就会有 A 加 B 呢嚿嘢平方减今次系四乘以呢个 A 啦，即系一。咁乘以呢一个二分之一咁嘅某一嚿嘢，咁乘埋落去咧就变成二 A 嘅平方加二 B 平方再减二 B 加一，咁成嚿嘢咧就需要大过或者等于零嘅。咁由于佢有两个实根关系，咁成个判别式咧就大过或者等于零啦。咁呢一条式咧整理一下咧，我哋就会有下面嘅呢一条，亦即系 A 嘅平方。加 3B 平方减 2AB 减 4B 再加2，咁啊由于你见到我抽咗个符号啦，咁啊呢嚿嘢係需要细个或者等于零嘅。咁然之后呢啲有平方嘅，咁我哋可以将佢进行呢个配方法啦。配完方之后呢，嗰条式就变成咁啦，就係、是、A减 B 嘅平方啦，加二乘以 B 减一呢嚿嘢嘅平方嘅，咁咧呢嚿嘢就细个或者等于零喎。咁然之后就系我哋平时老生常谈嘅一种方法，呢一个某一个数嘅平方咧，咁呢嚿嘢本身就系大个或者等于零啦。另外一个咧都系。一个数某一个数嘅平方只可以大过或者等于零嘅 output 出嚟嘅结果，咁呢两嚿嘢一个正数或者零，加上二乘以另外一个都系正数或者零嘅数，呢嚿嘢需要细过或者等于零喎。咁既然如果两边咁样夹法嘅话，咁冇得拣啦，咁成条式就只可以等于零啦。咁都系啦，一个正数或者是啊，一个正数或者零加上另外一个正数或者零，这嚿嘢呢就本身需要等于零的话呢，咁即係又系冇得揀啦。咁我哋夹成呢就变成 A 减 B 这嚿嘢呢等于零，因为全部都冇得揀嘅。咁另外一嚿呢就系 B 减一这嚿嘢呢又等于零喎。咁所以呢 A 同 B 呢咁淨係得一个解嘅啫，就系、是、A 等于B 等于一啦，咁就系呢一条式实数 A 同埋 B 嘅取值范围啦。咁呢度咧就讲紧上边嘅呢两条二次方程咧，佢哋有个 common root 喎。咁然后要我哋揾个 K 系乜嘢嘅？咁啊，既然呢度都讲到明有个 common root 啦，咁我哋不妨就叫呢个 common root 咧就叫做 alpha。咁即系话咧，我哋可以将呢个 alpha 咧匹落去呢两条式入边嘅 x 呢一个位置咯。咁我哋可以照做啦。第一条式咧就会变成 alpha 嘅平方啦，减 k alpha， 然后减七嘅，咁啊呢嚿嘢等于零啦。咁啊，然后第二条式咧就变成 alpha 嘅平方啦，减六个 alpha， 然后减 k 加一呢一嚿嘢嘅，咁啊呢嚿嘢都系等于零嘅。咁我哋见到呢两条式咧，都各有一个 alpha 嘅平方咧，就唔好处理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将两条式相减，等到容易啲搞掂佢嘅。咁两条式相减之后，我哋就会有六减 k 呢嚿嘢嘅 alpha 啦，减 sorry 系加一个 k 减六嘅，咁啊呢嚿嘢等于零。咁然后我哋再组合一下咧，就会有六减 k 啦。同埋呢个 alpha 减一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得到出嚟嘅答案咧，就系呢个 k 等于六啦，又或者 alpha 等于一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首先睇一睇 alpha 呢一嚿啊。咁啊，如果 alpha 等于一嘅人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匹翻落去呢啲式度咯，咁啊，我哋揀第一条攞嚟匹啦，即系一
嘅平方減 k 減七呢嚿嘢等於零，咁所以咧今次咧 k 咧就等於負六啦。咁咧我哋結合埋呢個之前啦，之前有嘅 k 等於六咧 ，k 等於負六咧，咁啊我哋已經有兩個關於 k 嘅數值啦。咁然後我哋當然需要運算啦，唔係需要驗算一下。咁啊我哋經過比較複雜嘅運算，從而得出 k 嘅兩個值嘅。咁經過驗算之後咧，的確咁啊 k 等於正負六呢一個答案咧，咁係符合呢一條題目嘅提要嘅。咁所以咧，呢、这個 k 嘅答案就係正負六啦。